我想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精彩啊。在小组赛中，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，才能保持住晋级的希望。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。他及时将球断下，阻止了对方威胁性的传球。机会啊，观众都在喊射门啊，尽管打高了，但是发力倒是非常足啊。快速铲断了对方的球，最后碰到球的是防守方啊，所以这是角球。角球开出来是往前点给的，角球卷土重来，又一个。开了一个短角球啊，内切也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合理的利用身体保护住自己的球权。裁判说了啊，一旦越位了，机会也就不是机会了。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，传给了王珊珊。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，球丢了，被对手拿到。这个球啊，看起来有机会，球被对方成功拦截，反击计划夭折了。队友应该能拿到球，防守队员这个抢断的时机啊，把握的真的是很准啊。王珊珊横传到禁区，队友的跑位非常飘忽，周围的防守队员都被甩掉了。漂亮一脚世界波，技术相当了得。这一次他们还是选择了边路起球，不过这一次的传中非常到位。最后这脚打门，他想来一脚凌空，过程稍微有点波折，但是球最终还是进了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安娜玛利亚·塞尔诺戈切维奇拿回了球权，王珊珊球丢了，这脚铲球非常果断，身边有队友过来支援了，很轻松地过掉了对手，他可不会让这球轻易传进去。裁判示意边线球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找中路接应的队员，这本来是一个好机会的，但没有把握住啊。这个位置突射冷箭，一次非常漂亮的射门。看得出来啊，他们现在非常急切想把比分扩大，毕竟领先一球并不是特别保险。没错，刚刚是一次绝佳的机会，奈何他们没有把握住，现在依然只是领先一分。阿里查莱曼传给了巴赫曼，双方又从头开始啊。再来欣赏一下进球过程，理论上门将应该完全守住近角，但他就是找到了机会把球打进了球门。比分被扳平成了1-1。
库姆巴所误。这波传球啊，很有水平啊。哎，不过现在啊，对手拿到了球权。张鑫，姚令威，门将轻松化解了这次破门。准确地找到了队友，王珊珊，球直接从横梁上方飞了出去。姚令威还在继续带球，有机会了，王珊珊，啊，球进了，他们又领先了。破，这个位置的机会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，非常近的距离，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迪亚瓦尔蒂，阿里扎莱曼，一脚铲球把球抢了回来，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，传给了王珊珊，能把握住吗？球又进了，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，转眼领先两个球了。回顾一下这个进球，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准，反击质量也非常高，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，拿到这机会啊，当然是不会错过的。比分被改写成3-1了。库姆巴所误，球被防守铲丢了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机会到了他脚下了，太神奇了，又打到横梁了。门将把球击出了横梁，准备发角球。看来正想办法找禁区中的队友啊。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！哨声响起，双方上半场的对决暂时告一段落。小组赛下半场的争夺，直接滑铲拿回球权。诺埃尔·马里茨。传给了罗伊特勒，看来他们并不打算直接进攻，而是耐心一点寻找突破的机会。对手已经大举压上，正好打反击啊！慢悠悠的回防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啊！王珊珊，比起他的三个进球，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？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。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，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，真是好球啊！比分被改写成了4-1。张鑫，这脚穿越球不错啊！哎呦，这球居然没进啊！不过看到边裁举起的旗子，会不会让他好受一点啊？球丢了，被对手拿到。
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，通过一个横传将球转移到了后点。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，执行的非常坚决。双妹子往上拿球，开始反击，机会来了，成功的拦截，球回到了他们脚下。拉莫纳巴赫曼，守门员干得漂亮啊！如果这球进了，他可就有俩球了。嗯，打了个战术角球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这球能进吗？球进了。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，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。接下来这脚打门更是精彩，角度加力量足，门将回天乏术。目前的比分是4-2。距离很近了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破门得分了，对方对他也是无能为力。哇哦，这个单刀进球太精彩了，防线被他一个人冲得七零八落。目前的比分是5-2。杰拉尔丁·罗伊特勒，库姆巴所误，裁判示意比赛继续，正确的判罚。哎，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，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。好球，抢到球了。阿里扎莱曼，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，边路有空间，王珊珊，他这球能进吗？又一个，现在是4球领先了。回顾一下这个进球，拿到球以后迅速的展开了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准，反击质量也非常高。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，他们也没有慌张，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将球打进。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，王珊珊防守不错，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，反击的好机会，这球打得大失水准啊！一次绝妙的反击戛然而止。哎呀，对方门将本来神经紧绷如临大敌，结果这脚打门打出来之后，他是长出一口气啊，目送皮球摇摇飞走。是，包抄点拿到球了，漂亮的扑救，角球开向了禁区，太残暴了，进一个接着再进一个，分差也是越来越大。这是一次角球的机会，他们没有浪费，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，看起来非常轻松，站在那儿都没动，头球一顶球就进了。 维尔拉·卡利加里斯，安娜·玛利亚·茨尔诺戈切维奇，传给了罗伊特勒，这样的打门可难不倒门将。王双这脚球传得非常不错，看看王珊珊怎么处理，门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扑救。
主裁手势很明显啊，越位了。想法是好的，时机啊还是差了点。嗯。姚令威，不容错过的机会，球进了，太精彩了！他拿球之后十分自信，抓住机会过掉了防守队员，起脚破门。裁判马上就将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诺埃尔·马里茨，看这个转移，利亚瓦尔迪想找前面的队友，这球没处理好，本来是有机会的。哎呀，这球和队友擦身而过，给了对手一个边线球。中场哨声没有响起，补时两分钟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一次成功的解围。全场比赛结束。